应该说，通过朱雀一的整个飞行状况，我们团队积累了大量的经验，并且给我们后续继续的开展朱雀一改型以及我们朱雀二火箭的研制积累了最宝贵的财富。我们接下来需要通过我们卫星发射中心采集到的遥外侧的数据，进一步的去还原整个飞行过程，并且尽快的把我们整个飞行状况向大家做一个解读。